你干嘛？你这是要干嘛？管你什么事，你放开！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吗？非要这样吗？放开！你冷静一下，我就放开。行，你放开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干嘛这么想不开呀？你要是不想说的话也没关系，但是不管什么问题都是会过去的。有的说叫做老公毁一生，我这个时间真的是被他毁了。你这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老公就知道整天在外面打麻将，在晚上不管家，每次输了钱回来还要对我发脾气，还叫我拿钱给他。我一个月就这么一点点工资，我哪里有那么多钱拿给他吗？我一提他离婚，他就这么打我，我真的过不下去了。哎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但是你有考虑过你的孩子以后怎么办吗？你的爸妈以后怎么办？我就是因为想到这些，所以我才忍受了这么多年。我越是这样，他就越是变本加厉。有时候我真的很无助。没事，以后遇到任何事情一定要冷静处理，不要那么想不开。你要相信这世上还是有很多好男人的。再说了，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貌美如花的，你要想不开了多可惜啊。听到你说这些，我现在好多了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想开了就好。那我带你去那边转转吧。好吧。哎，美女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。我叫幺妹。幺妹儿。嗯。这样叫不合适吧？我的名字本来就叫幺妹啊。哦，好好。那你呢？我怎么称呼你呢？我叫小伟，你就叫我小伟吧。小尾巴？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我叫小伟，叫小伟。小伟啊。嗯。那你是做什么的呀？我是过来这边旅游的。哦，谢谢你啊！如果今天不是遇到你的，我都不知道去哪了。哎呀，没事，换作是别人我也会这么做的。现在也不早了，要不你去我家吃饭吧。不用，到时候你老公看到了还会误会的。没事的，他今天又不在家。改天吧，我就先回去了哈。去嘛，我给你炒几个特色菜，就当是今天谢谢你了。但是别要但是了，走吧。小伟，这就是我家了。哇，你家这么大。你先进屋坐会儿，我去做饭。好，你这是在烧什么呀？我这是在烧水。烧水是吧？嗯，小伟，你坐这里烤一下火嘛，我去弄点菜。嗯、好，辛苦了哈。幺妹，你是什么名字啊？我是苗族。苗族的是吧？嗯、听说你们苗族人都会下蛊，是不是真的呀？怎么说呢？以前是这么说的，应该现在没有这回事了吧？哦，你信不信这些啊？我都是听说。就做几个家常菜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辛苦你了。小伟吃饭了。哦，谢谢。家常便饭，没什么菜啊。炒这么多菜怎么没菜？哎，这是什么菜？我们这边叫山菊包。山菊包是吧？嗯，你尝试一下看好不好吃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幺妹，我就吃好了，你慢慢吃啊。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现在也不早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哈。都这么晚了，你就在这里住吗？还够住？不用，下次再来看你哈。那我就先回。那好吧，那你慢点啊。幺妹，你就不要送了，回去了吧哈。好的，今天太谢谢你了，小伟。哎呀，没事，那我走了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哎，好，注意安全哈。嗯，哎，干嘛？有什么不能好好说吗？我什么事？你让开。幺妹，你没事吧？他谁呀？你是谁呀？我是他朋友，你为什么要打他？你没关系吗？他是我老婆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不哭了，宝贝哈。不哭了，宝贝啊，不哭啊，宝贝不哭了哈。嗯，不哭了，好不好？嗯。大哥，你现在的一举一动小孩子都是看着的，记着了，他以后会跟着你学。再说了，你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，你应该好好珍惜啊。他离开你了，你以后去哪儿找这么好的？就他一双破鞋谁还会要，嫁都嫁不出去。你回去我再收拾你。
小伟，你怎么在这啊？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，我明天可能要回老家了，我就过来看一下你。你们今天怎么又吵起来了？我刚从我外婆家回来，我好久没去了嘛，就拿了500块钱给他，就是因为这个事情，他又给我吵起来了，又打。就因为这事儿，那你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那我还能怎么办啊？想离又离不了。哎，你还是回去跟他好好商量一下吧，毕竟以后日子还长呢，还要过嘛。嗯，好吧。嗯，那我就走了哈，拜拜。好的。小伟。哎，你怎么跟着来了？你不回去吗？我现在不敢回去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想去我姐家，但是有点远，你可以开车送我去吗？那行吧，走吧走吧。先把安全带系好。嗯，好的。我们现在往哪里走？我们先去街上买点东西吧。好，行，那我们出发了啊。嗯，好。老板，这个橘子怎么卖啊？18.50。那这个呢？18.30。那我拿个袋子，我买这个。啊？不要了。谢谢老板。小伟，这就是我姐家了。哦，你姐家。姐，哎，来我妹。来来来，嗯，别坐，好，嗯，你吃饭了没？我起了，你起了没，姐？起了，好，好，你们也让我爱好了哇。走，小伟你坐嘛。嗯，好好好的，你们都被茶化了，姐。哦，谢谢。嗯，这你们少有来哦，才讲对不住你们，搞得人来的人都找不到。没事，你们喝茶啊。我到底忙哈。哎，好，有点你忙哈。小伟吃点橘子。我自己剥嘛，自己剥。我已经剥好了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先休息会，我去把花浇一下。嗯，好。我这花挺漂亮的，这叫什么花呀？三角梅。三角梅啊。嗯。哦，好。我挺喜欢这花花草草的，这是我之前种，你看那里还有那么多。爷们儿，我就先走了哈，你忙。你吃了晚饭再走嘛。哦，晚饭就不吃了，我回去还有点事哈。哦，那行。小伟。啊？怎么了？对了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目前还没有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但是给你介绍一下。也没什么，就是只要是个女的，合得来就行。行，下次我给你介绍一个。嗯，好，那我走了哈，拜拜。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灵和